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小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飞利餐椅。那飞利餐椅呢，有四个必买的理由，让小编来告诉你。第一个理由，独一无二的商品。我们飞利餐椅的每一个商品的背板呢，纹路还有颜色跟花纹都是不一样的。就算是同样的飞利餐椅，纹路不一样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喜欢飞利餐椅，可以赶快到我们的分店挑选属于自己的椅子哦。第二个，多变的颜色。飞利餐椅呢，除了原木的颜色以外呢，它有非常多颜色可以挑选的坐垫，让我们在原木沉稳的颜色跟我们温暖的色系当中呢，可以多一点活泼的氛围。第三个，舒适的人体工学。我们的坐垫的斜度加上后背板的弧度支撑，让我们在乘坐这张椅子的时候呢，会呈现一个自然往后的感觉，会被我们的后背板完美的包覆。坐垫的长度呢，也是非常好的支撑我们的大腿，所以久坐呢，完全不担心不舒服哦。第四个是，我们使用的是印尼政府的柚木制作而成的，全部的商品都是使用我们的榫接设计而成，所有的漆面呢，都是使用经典特殊的手抓漆技术。有上漆像没上漆，在上漆保护的同时呢，还能欣赏原木的色泽与质感。喜欢商品的朋友呢，请赶快到我们的分店试坐看看咯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见面咯，大家拜拜。